静，在此刻渴望救主基督赐下凉冰，上天下海，身体奥妙擘开，临在上帝恩典吃下赐。
耶稣亦在城门外受难，为要用自己的血令他的子民成为圣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既然耶稣已经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可以穿过幕幔，就即是他的身体，令我们能够借住他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。又既然我们有一位大祭司管理上帝的家，并且洒血除去我们内心的罪疚感，用清水洗净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就应该抱住完全信赖的态度，用真诚的心来亲近上帝。成圣与进到上帝里面，在我们得救的一刻，耶稣已用他自己的宝血使我们成圣，这代表你已是上帝的儿女，由那时起便是分别为圣，从此为他而活。对我来说，最能解释成圣这件事，就是将他与事件的结束来作比较。我们被拯救、被赎回、被称义、被复活及被成圣句号，可是这句号还未完，成圣一事还没结束完成，它将转化为一条在你生命中继续前行的线。成圣是一个过程，在过程中，上帝是持续地转化他的儿女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就联系在这条主线上。当我们在敬虔上、信服上、并知识上成长，这条线便会持续地延伸加长。得救并不是终点，相反，乃是上帝对信徒的旨意正开始。他的目标是要更新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，以致我们可以成为他珍贵有用的仆人及这失落世界的基督使者。这个过程将会在我们一生中持续，因为圣灵内住在每一位信徒心中，他引导我们并赋予我们力量使我们前进，他永不会离开我们。而我们在服侍上结果子的历程中，时刻总会有进步空间，使我们更像基督的样式。在过程中，关键在于我们可以借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在旧约的观念里，至圣所是位于会幕或圣殿的内室，耶和华就居于约柜之上。只有大祭司一人才能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，为他自己和百姓献上赎罪祭。大祭司小心翼翼地准备他自己和圣物净礼仪之后，他会用牲畜的血洒在施恩座上，方能进入那里。今日信徒能接近上帝，在属灵上是因为我们的罪被耶稣的宝血所遮盖。当耶稣为世人的罪作了赎罪祭，圣殿的幔子将人与上帝分隔的象征便由上而下分为两半。这超自然的事件意味着父上帝接纳了耶稣基督的赎罪祭，可以让人直接到他面前来。由于我们没有参与过旧约的献祭，我们通常以为得与主亲近是件理所当然的事。今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不需借着献上羔羊的祭来亲近他。每次当我们要来到父上帝的宝座前，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亲近他，也就好像耶稣凝望着我们说，血已为你们流成就了。
在此刻渴望，救主基督赐下良兵，上天下海，身体奥妙擘开，临在上帝恩典吃下赐。坚守圣道至死。